个镜头。对，这人家的店门口，欢迎进场参观，或者是直接先参观对面啊、哦。这边有 VIP 的位置哦，从后面看也很好哦。谢谢，来宾为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对，这里是木山站长的摊位哦。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新城偶像练习生到我们现场。那我们是不是让他们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太离奇了。嗨，大家好，我是新城练习生，我是 Yumi 董爱云。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i 婷婷。大家好，我是爱梦 Emo。大家好，我是 Aoi 猫青。大家好，我是 Lina 杰尼。OK， 好，谢谢大家。Kia Base 他们的动漫餐厅，还有我们的新城偶像练习生，长期以来跟我们的蜜柑站长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所以这一次蜜柑来台北文博会，也很高兴他们来现场跨刀来为大家做精彩的演出啊、哦。那这边工商服务一下，我们这边左手边，等一下最受欢迎的蜜柑一番赏已经在这边排队当中啊、哦。下午场次的话，今天可以先预抽号码牌，可以先预抽号码牌。早上场次的话就直接排队。好，现在我们让他来带来我们今天第二首的表演。どうしよう。
しいよもっと君のこと本当は今すぐ伝えたいんだたった一度の初恋だけど君との初恋だから決めたの非常感谢他们精彩的演出，对对对，掌声鼓励鼓励啊！不好意思啊，毕竟我们是卖东西的潘山啊，所以一定要出来秀一下。这一次就是大家来抱着他，抱着他，那人家看不到，看不到，对。好，这一次询问度最高，来举高一点，询问度最高的，今天已经卖完了，最后一个入手的机会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蜜柑赏的最终赏。哦，最终场我看这一群我都不用解释，也很清楚。最终场就这一支，这边的好朋友看过来，也就是我们的抽中第100支签的那个人，除了原本的礼物之外，就会加送这一支。哦，所以要送给女朋友的，要巴结老板的，早上没买到的，最后的机会就是我们的最终场，最后的机会就是我们最终场。哦 ，OK， 好，我已经感受到各位满满的白眼。好，下一首歌曲马上开始，好不好？马上开始。Thank you.
谢谢，掌声鼓励鼓励鼓励。那个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啊！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表演。那最后一首歌曲是由我们 Kia Base 跟高雄捷运跟命干战场一起共同合作，那是我们轻轨少女队的主题曲《轻独一无二的旅行》，那也是他们的二代电歌哈。我相信可能都有看过他们的表演，那也记得表演过后，对不对？不能只追着我们的星辰偶像练习生不放哦，好，麻烦到店里面来消费一下，好，拜托一下，感谢感谢哈。好，那我们就接下来欣赏他们最后一首的表演。谢谢，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好，感谢各位到场好朋友的支持。我们是蜜柑站长的摊位，蜜柑站长的专卖店。那在陪伴我们蜜柑站长一起表演的是我们的星辰偶像练习生。那因为这边还有很多是新加入的好朋友，我们还是让他们现在依序再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星辰偶像练习生的猫七敖乙。大家好，我是妮娜杰妮。大家好，我是艾梦。大家好，我是婷婷婷。大家好，我是董亚云 Yumi。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 IG， 好不好？
我们现在很需要你们的 take 跟转发，好不好？尽量把我们宣传出去，拜托你们啦，拜托你们啦，谢谢。好，那我们现在活动最后呢，照惯例我们就会开放大家啊，我们以十分钟或者是以我们的组数，那请听我们这一个主持人美丽主持人的指挥，等一下拍照的那个要合照的民众就在这边。好，那我们的偶像练习生团体会在这边靠近一点，那应该在这边，那要排队的我们从这边排起，好不好？那这里面是排队观赏的，要合照排队十分钟的从这边排起，然后依序好，由后面让人家通过哈。好，你要拍照的吗？你要拍照的吗？跟那个现场还有现场练习生拍照的，可以从这边开始排队哦。这里可以从这边开始排队，来，对对对对对，排队。哎，你手机可以带给他，手机可以带给他。好，啊，你们站在中间，没关系，他们就站在中间，来，这边，口罩可以脱掉，来。拍照的稍等一下，可以排队哦。可以，从后面，从这边，从这边，从后面。好，可以排队哦。谢谢。
诸位。拍照啊！没人嘛，没人的，快了。小心，小心，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三百五哎。好，谢谢。还有没有要跟蜜柑队长拍照？还有新成练习生及我们可爱的蜜柑队长，还有没有要拍照？小朋友要不要来拍照？好。没有的话，他们就要去休息喽。好，三二一，来这张三二一，这张三二一 ，OK。好，看我。拍不到。口罩可以拿掉哦，口罩可以拿掉，好来看这边，一二三，它不会动。这是可爱的蜜柑站长，我们的摊位在C206，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来摊位看看逛逛。还有没有跟蜜柑站长拍照？要合照的吗？好吗？来，好，最后一组来，各位先生，好。最幸运的这位先生，来，来看这边，一二三，好，被蜜柑亲了一口，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蜜柑，谢谢我们的新成练习生。那我们到里面的摊位，好吗？我们在摊位那边再拍一张我们摊位的合影，来，好，蜜柑，我们进到里面哦。